这个西瓜，我的父母跟我说西瓜，它可以听它声音你就知道它好不好。比如这个，嗯，挺好的。这个也还行，而且没事的时候你还可以当它健身，练练手臂什么的也挺好。哇，我真的喜欢这个花生，花生，花生，花生。我喜欢花生。OK， 毛豆，绿色产品，怎么写呢？哥哥，我英文不会。绿色产品。对。哦，绿色。对。绿色产品。哎。哎，跌打损伤。哎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是跌打损伤。哎，但跟脸没什么关系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哎，还有这个，哎，你会吗？来，哎，那个，好的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好的，哎，我来看看买什么。不好意思，你会吗？但是你会，我应该会。哦，哎呦，那我哇，厉害厉害！我是因为会，哎呦，哇，你一次踢两个，哎，我刚刚一次踢两个啊，看到没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要不我们两个合钱，买一个这个，买一个这个，好啊。但是我感觉这个要我们，那这个价，这价钱，这价钱假的。